这边的话，你看袜子很多款式。现在很多靴子，新款的靴子都出来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这里，最近好多朋友很喜欢这种小包包哎。这种怎么卖啊，老板？这个130元。真皮的吗？对。哦。这130，这个呢？可以拿多几个色，这个165元。165。咖啡色的话的话。嗯。感觉价格有点贵，这个什么价格呀？这个在125。125。仿 CK 的，小 CK 的那个，很多鞋子的这边，这边挺多人的，很多靴子的款。这边都是比较偏怎么说呢，快时尚那个类型的。这条街很多人的，看到没？叫什么基安批发城这边，这边已经开始清货了，60、30、150，多少都有。你看靴子，好多人在这边买，也有很多人在这边拿货，很多人都是拿货的。有款式大家喜欢的吗？这边二楼的话也有。看一下鞋子怎么拿，这个怎么拿？这个黑色这个。最黑色这个158，这些都是匡威的那种感觉，学生党的那种感觉。单鞋现在还是很多，毛毛拖好多人做，今年毛毛鞋看到没，都是毛毛。这边还有上去二楼的，也上面也有很多鞋子，那些这边都是。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过来哦，过来自己看一下，自己买啊，这之类的。其实里面也挺多不同风格的。好啦，这次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服装设计师卓卓，下次再见，记得关注。